有着美食老顽童称号的焦志芳回来了，全新的美食料理节目呢，由他跟料理新手王岳雷共同主持。好，除了能听到美食阅历非常丰富的焦志芳说菜之外，向大厨学习独家的食谱秘方，还可以看着零下厨经验的王岳突破自我，示范的新手也可以做出来的好菜。顺着皮跟肉的中间插进去，然后呢，整个汤匙稍微顺着水果。帮厨师简单易懂的讲解料理步骤，美食老顽童焦志芳回来了。主持经历超过20年的他，带来全新美食料理节目，让观众简单学会独家食谱秘方。九层塔加进来，哦，这个很台式了。把满满九层塔丢下锅，为鲜颗豆腐提味，不仅能跟着大厨轻松学做功夫菜，还能听到焦志芳独到见解。不过这节目还有另一位大咖主持人。真的这样切法，导播也是会怕。OK， 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好。戴着可爱头巾的艺人王岳，虽然切法有点辣差，不过身为料理新手的他，却替节目带来满满效果。带着观众向大厨一起学习厨艺，证明零下厨经验也能端菜上桌。很好吃啊！很好吃，马西可呀！马西可呀！一口吃下热乎乎的韩式炸鸡，就连王岳女儿也直呼好好吃。节目浅显易懂的料理方式，让观众在讲求健康养生的时代，能一起进步，变身料理高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